哇，谢谢我们的十号，感谢感谢您精彩的演出。因为刚刚已经访问过了，证明你有一半是原住民的血统，一半不是，一半是因为有另外你的，你看那边都是原住民的好朋友帮你加油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谢谢他们，来来来，是。那另外一半呢，就留给我们评审老师他们来决定，好不好？如果成绩真的很好，就是原住民；如果成绩真的不好，就不是原住民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是看你的表现，跟原住民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谢谢你精彩的演出，真的很有心，是是是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掌声鼓励。等一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完美主义，因为我一个朋友有在开意大利面。哦，他在，对 对, 對、啊，所以你帮他自入性行销是？打 logo， 对对 对, 對、哦，所以。评审老师，其实他上来唱已经不重要，因为这个已经拿5000块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得5000，你知道以后你要记得往前一点，好，更卡侪人看到。哎，林炳义叫什么名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汪振宁。汪振宁，我跟你讲，你安尼一般 ，OK 哈、哦，因为这么近嘛，你看从来没有这么近，你看，你看你自己，这个已经全部都在电视上里面，而且已经超过3秒钟了，3秒钟就可以按时收费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他的生意很好了，好不好？让你报一下地址，地址在哪里？在永春那个广东粥的对面。你干嘛帮永春广东粥打广告？你是开笑哟！你安尼讲就两间哦，怎样？五间了，不到他的。哦，5000，够5000，哎、欸，你这个人很坏，你哦，连那个广东粥都5000，阿拉个披萨片都5000，哎，当然再去讲广东粥，暗时要讲这，中岛讲这嘛，好不好？希望你搞好成绩，好不好？好，也希望你的好朋友生意能够兴隆。接下来我们要马上邀请的是。